但是你知道零万一年的槟城的财政预算案是多少钱吗？9亿，比那个物业高过亿。我问过邓长青，全澳洲的总体一年预算案16亿。我问过胡杨山，马六甲州一年的预算案4亿。我问过李可敏，当时民营执政的时候呢，8亿。你知道林阳市跟陈广才的马生自由贸易区摊多少钱吗？125亿。你看到没有？佢哋洗黑钱贪污嘅数目，系林冠英做一年首席部长嘅财政预算几多倍啊？看到没有？马来西亚洗黑钱为什么全世界第一名？啊哈！不然那个肥婆会买那钻石？钻石，钻石呀！经济2400多万，有没有？那肥婆开始讲说，这是我从小熟悉的，不管卖多少，他说我不要去回应那些 blogger 来，不要回应那些网上的 blogger 来污蔑我。其实我送一首歌给他听，就是王家辉 Beyond 唱的《没法可收拾的一对手》，带出去个公贪污在背后，系嘛？围到黐班又贪污啊！你唔好讲呢个肥婆啊！陈水扁老婆够瘦啊？陈水扁老婆同个肥婆一样有病，咩病呢？非珠宝同钻石，仲公开带出嚟。嗱，陈水扁作为一个民主派的领袖，他坐过牢，为台湾民主的台独，我不要讲啊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出一条血路，终于通过政党轮替，民进党上台执政。陈水扁8年，他的老婆起诉腐败，肥婆跟他老公20多岁做周大臣，国防部长、教育部长、副首相，做到首相。肥婆屋企人几多钻石、钻石亮晶晶嘅唔知，佢哋贪污啊，都情况啊，系嘛？系好恐怖啊！马可斯菲律宾大独裁者被老婆一枚弹，马可斯倒台捉到老婆屋企2000几对鞋啊，佢哋武功啊白捉咁多脚啊，捉咁多鞋啊，系嘛？你睇到冇？呢班有行人有病噶，呢啲所谓地狱富人啊，不是地狱富人啊，地狱富人啊！陈水扁的老婆嘅身材就25、25、25，肥婆就45、45、45，其实行人都同样嘅病，就系金银珠宝症候群。中意大唔出公開演，我唔驚你知我老公咁多錢，我公開俾大家睇。你去看看馬來西亞好多國會話出來，過年過年出來丑聞。肥婆住的這個官邸，5年底下的那個水費，水費啊，500、200万。嗯，你怎麼用首相？首相的官邸可以用水費200万？啊？一個月多少錢啊？5年？30几万，肥婆成身咁多毒，点排毒啊？你又冲10次凉啊？肥婆用咩冲凉啊？肥婆冲游泳池啊？成个池都咁下渣，冲晒过放水啊？点样用200万水费啊？我接受唔到啊！睇到冇？马来西亚出现贪污、舞弊、滥权、出国洗黑钱，我警告你，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再来这大水改朝换代。很不幸运，继续给国政执政到2019年。在座各位，你知道破产过你的命运什么吗？你讲国家破产，我的家冇破产，我知道咯。国家破产啊，我冇干得。在座有 EBF 的，公积金的举手，拍手，有公积金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拍手嗰啲系直到头晕眩啊！如果国家破产，你的 EBF 就丧。2019年你打不止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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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哇，国丧啊！因为国家破产，外债抵偿，先用法定的政府人枪毙人民储蓄的这个资金来还债。你如果是65岁的时候，真系2019年你话叹世界嗰啲 EBF 出嚟，你知道当时原来嘅 EBF 靠系国丧，嗰啲肥婆已经走佬啊，拜拜，得得。我哋喺杜拜享樂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捲走曬啲黃金啊，我攤埋我啲珠寶走曬，捉我唔到啊！吹我唔漲，掹我唔長，機關槍大笨象，拜拜！你就死啦！國家破產，你仲慘冚家產？你個錢冇曬。如果你講我做老細嘅，我都冇 EBF 嘅，我俾人 EBF 啦。我儲蓄銀行，我有200万。2019年破產，累積年資1000，剩下100万。如果说哎，我仲醒啊，我唔会储蓄你啲咁蠢嘅。我炒地产，我哥唔帮买我豪宅，我在新山在比咧，我买屋子，现在买屋子都要80万100万，30年利息来分，2019年公道一半破产，你的100万的豪宅跌到剩下50万，剩下30万，
你还要还银行利息，你就真系惨行家产。我没有骗你，你必须要理解。你不要讲说我这样伟大，我要为赵明夫平反，我要为林连玉平反，我要马来西亚有新闻自由，我要失去这个司法独立、三权分立，我要传媒自由报道，我讲伟大，好唔好？我先生三点零，哎，我讲惊死，唔上街唔紧要，你为自己 EPF， 你就要投俾我哋，系嘛？就系斋为 EPF， 冇自己破产扑街，你都要投俾民联。为什么？你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，或者一个强大的新政府，来确保一个毕生储蓄不会化为乌有。所以我公开讲，行动党是一条狗。OK， 我公开讲了，行动党是一条狗，这条狗是狼狗，狼狗，英文叫 watchdog。watchdog 就是跟你看人口，因为家贼难防。马华、民政、人民党他们也是狗，他们是走狗，英文叫 running dog。你知道 watchdog 跟 running dog 的分别吗？狼狗是这样飞的。马华蔡姓是这样飞的。你要选哪一种狗你自己决定。你要选啊，看见你一边给他偷着，还是帮忙偷你一边。下一届大选，你就要选好狗，千祈不要学狗狗。我希望今天这个。这样的一个 presentation 能够使到你更加明白七零九，让你更加明白你手中神圣的一票。如果你有孩子在家已经是满二十一岁的，别开饭，你还不耍这个当地走出门，好吗？如果你自己已经登记有出门嘅，说 S P R 只一只嘅 I C 你会俾人割咗其他地方去，因为市民低嘅可能中招嘅唔知，系嘛？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唔好再继续日日都会睇七零四。我们要打破国政统治的叫苦连天，迎向新政府上台的天天好天。谢谢大家。